场目前我们看是外面的机车烧起来，然后烧到寿司了。没有人受伤，都没有人受困。目前还不知道，等一下我都问消防的。不止哦，不止哦。现在看，主要起火点听说从这边开始，好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油桶，油桶，那个是油桶啊。啊，拐洞，拐两呼叫。回答。哦，拐洞是拐。哦，收到。看到吗？没有，你快点吧，我都来到了，还没有，有点反光吧？对啊，哎，反光要比较不那个。哎呀，这个电动车啊、哦，这个有一台过光。嫌疑人因怀疑其女友与人有暧昧关系，遂至对方工作之地点旁停车场，针对机车予以纵火。嫌疑人作案后，主动到分局说明案情，全案依法移请侦办。